焦点，乌克兰军援在美国国会卡关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加17号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，先走访法国，向法国来求援。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总统府来接见泽伦斯基，双方举行工作会议之后，两国领袖还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。虽然内容没有公布，但是效期长达10年。万一到时候乌克兰还无法加入北约组织，这项安全协议将持续有效。此外，法国承诺继2022年和2023年军援乌克兰之后呢，2024年将再增加30亿欧元的军援，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